天缺档的那块手镯套装，答应你们点赞量到多少就给你们看几货。今天安排走，就是这一套手镯了。我们经常说这个人是靠老天爷赏饭吃的，他就是区别于常人的一个天赋。那今天这套手镯真的是大自然的馈赠了，咱们来看一下。看到它的第一眼就是想到了它的光感，你看现在掩藏不住的双眼皮已经散发出来了。再就是它的一个纯净度，它其实实物的话有一圈淡淡的底色，我们对着天空是不是有一点像天空蓝一样的感觉，颜色不是那么浓郁，但整圈的底色是非常均匀。让我们感受一下用清水冲刷之后的天青玉洁，宛如出水芙蓉，美得太让人舒服了。你能想象像这种手镯杯蜕变到成品到底有多美？几百个 W 的蓝紫套装终于齐货了，这一次不要眨眼。夜晚的浓紫与白天的海蓝幻彩交融，蓝紫交织，不沾人间烟火之气。它的颜色也是随着光线变幻莫测，通体散发出珠光宝气。这样一套收藏传承级别的套装，是取悦自己的自信，也是温婉的风情。我的心是簇拥烈日的花，在你的眼里找到了家，紧张着期待着你的回答，我抱着回忆春秋冬夏，我的心是簇拥烈日的花。